我叫超，对于这部片来讲是一个摄影师，我是一个敏感的人，平时人家打痴的时候，超，我会吓，平时人家说，我超，我会，啊，做什么？他说：“告诉你们我叫阿花，你们就会带我去报警。”花都冇呢个人，他不方便露面接我啦。那我自己去找他。你们自己去啊。附近的 KTV 轮下来，这家大概两个月没来。找到一个意志最不坚定的人打招呼。哎，多谢警察。哎，来那么早？啊，走，用起来，用起来。哇。那个 MV 揸住部摩托车，你见过未啊？识浮空噶喎，嘣嘣声浮空嘅摩托车，跟住咧 P 咗一堆背景上去，跟住有两台咩大鼓风机，后面嘣嘣嘣吹起嗰啲头发，啊左摇右摆，跟住喺度啊当平台，太正。将平凡是逆风的帆。将要难是未能听的难。新年快乐，加油！新年快乐，加啦！好。嗰阵时嘅陈慧琳真系好 sexy 啊！快啲啊，斟满啲靓杯。咩事啊？咩啊？长城整电梯，唔得闲啊，喺度忙紧啊，忙紧啊。大嘢啊！好做啊，好做，好做，哎，俾钱先，俾钱。快啲输入啦，哎呀，难咩嘢啫？攞住佢，加智能时代。你干嘛？走啦。哎，等等，有啲嘢唔记得讲，我系喺四天之前遇到佢。你好，请问这是假货吗？肯定，哎呀，想什么？开始没有让你拍吗？哎，刚才那件50啊！外面好吵，麦夹好了吗？我想请问你在广东生活了多久？我听不懂啊。不好意思，我说那个你在广东生活多久？两三年吧。那你有什么江湖称号吗？叫 A 货女王。好，那个你手上的纹身是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特别的意思。不懂事，我
行吧。那你是什么时候遇到朱影城的？那天晚上他过来帮我搬货，当时完了我不记得了。请问这是小红吗？小红，哪有小红啊？咱们看这多少？50。他们干嘛？不知道。小红，姓卢的，湖南的。他去虎门了，早就没跟他一起拿货了，现在我一个人跑。A 货要50，天哪，看起来好垃圾啊！你不要就算了。哎，算了，反正不是我穿。我想拍个题材，会给你薪酬的，可以吗？你真的很有礼貌，对我这种人没有必要。那个，你是什么时候遇到朱明成的？大概一个半月以前吧，我在搬东西，然后他跑过来帮我。但是当时我是不知道他的事情。嗯，这样。这么久了，就你不怕把人留住了，给当成人贩子了吗？人贩子，我供他吃供他住，还有倒贴的人贩子吗？好吧。过年了怎么不在老家待？不要有了。好吧，那最后两个问题啊，你会把朱明成还回去吗？我怎么会还那个钱？前几日佢撞到个前夫，哇！几日落嚟，真系好似撞邪咁。
你哋一齊。哦。啊，不用了，分開吧。阿拉，拜拜。嗯。给小朋友吧。嗯，好吧。朱敏辰，你把这东西捡回来干嘛？你在弄什么？别弄了，很烦嘞。来了哦，来了哦，歪了哦，朱米辰，哦，我的手，看一下相机里的人啊。
不清楚啊？啊，对啊，拿好了，那是我全部家当。反正你也快拍完了，帮我挑一套衣服吧。我不知道怎么样看起来比较像什么。你这片子剪出来吗？我看你好像什么也没拍呀。那你以后干嘛？不知道啊，都不知道学这个以后要怎么入行。那你叫什么？徐警察，你呢？那你的名字是什么？我叫东兰。新年快乐！过鸡巴节，搞钱就完了。我都唔知佢系咪真系叫东兰，就好似罗红，亦都唔知道佢系咪真系叫罗红。你识唔识东兰啊？呢个女人系，佢讲到佢自己乜都有，但系佢自己系乜都冇嘅呢个女人，你记得？反正我就了解呢个人。知冇？